确定过好多遍，没有什么确定不变。就像我爱着你，也总有一天会有期限。你的忽冷忽热再三提醒我一厢情愿，反复点开通讯录你的前面。多少天多少年多少时间，某一天你出现在我面前，才发现我那些拙劣表演怎么不曾经不变念。确定要删除该联系人吗？你确定吗？爱过的话说不出口就当遗憾吧。朋友提起你都不用顾左右而言他。确定要删除该联系人吗？这清空吧，终于还是得